会的副主席，他曾经创作了众多的音乐作品呢，曾经在国内的经典流行音乐台《人滚动》播出，并在很多国内的出名的非常著名的一些音乐刊物上刊登。那么接下来他将欣赏到的是周冬老师的两首作品《那一湾溪流》和《花又落》，改编夕阳老师，特邀演出团队澳大利亚和谐之声合唱团，掌声有请。
心下，由我们签署和活动组合唱队演出的《战士一方》。那么，《战士一方》。掌声响起来，谢谢。失恋，好的，掌声响起来，谢谢。
过去一点，慢慢。
外不远。第三首歌，同一首歌，我们演出将在同一首歌中。